咁我哋入菜式先，依、這個麥盒已經溶完噶啦。咁開咗窿之前，入藍色，慢慢入，朝吉穿落去，三至四秒到，小心啲入。滿者就唔好繼續接入去啦。初次者最好就戴手套啦。入完個色就掹翻出嚟，咁到呢個紅色照吉落去照入嘅啫，用大約都係20秒時間入一隻色，小心啲，小心佢出物啫。三色最後一個黃色。其實好容易睇到邊度出到乜呢，依度每個位置遮住個氣孔，如果氣孔滲物出嚟就冇繼續接啦。依度而家831，我入咗4秒墨水，如果41咧可以入到5秒度，睇下到墨嘅依個細嘅。俾彩色用，拍落去，啪一聲。咁頭先應該預備一支掹翻嚟嘅針筒啦。啊，跟住喺個底度呢個位擺入去，撳住呢度撳住佢，輕輕嚟索，有啲鹽物出嚟索少少，咁啊 OK 噶啦，拎出嚟。依度最好抌咗佢啦，依個動作加密動作最好喺星盤度做，我拍出嚟，嗰個盜物夾會好污糟下噶啦，抹抹個底，咁你可以睇到印兩印之後嘅效果係點樣，啊，而家出齊色啦，咁啊可以拎上部機度用噶啦，印咗印。個盜墨夾最好去依、這個咁污糟，最好拎嘅水油沖一沖佢先。咁我預備咗另外一嚿膠擺咗上去嘅啦。依、這個就係你哋就兩個一齊用嘅。咁我褪起嚿膠，褪翻上去，洗乾淨先。跟而家入黑色啦。依度大約12秒。其實830可以裝到14至15秒嘅，啊四十同埋51可以裝多好多，16、17秒都可以得噶啦。最主要你打入嗰陣時，依、這個位唔好有墨水出嘅話咧，就 OK。同埋唔依度唔深墨為好嘅，而家照打落去慢慢打，唔使急。又是這樣，用大約10多20秒時間連晚打進去，加慣的話就會很快的，示範我先用這麼久時間，有少少個嘴滴物的話就不要繼續打了，這裡其實滿了的了，低它乾淨佢先，一擺上盜墨夾度，啪一聲。頭先有針筒，呢度最好唔好要。頭先啲污糟墨水嚟嘅，跟住盜墨夾撳，就係咁撳住佢，索埋嚟。又係話，依個動作都係喺星盤度做啦，唔好喺書台做啦。咁啊，完成咗噶啦。咁樣又印下佢，同埋再壓下個嘴。啊，壓完個嘴之後，成條間都好靚，咁啊可以拎去部機度用噶啦。咁830、831、
refill 方法就完成咗啦，44一一樣。